前面讲的是，就是希望这个世间上的人能够远离种种痛苦，就是偏于离苦的这个方面来说的。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讲愿得人间圆满，也就是希望这个世间上的人都能够得到圆满的人生。这个得到圆满的人生呢，是偏向于就是得乐，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愿望的产生啊，事实上呢，它也还是离不开我们对这个，我们对这个世间上的人，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升起慈悲心？因为我们只有具备慈悲心，我们才能够希望身边的人或者希望一切人都能够得到快乐。而且这样的一个愿望啊，它才会变得非常的真切，有力量。就像你希望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这个父母啊，或者父母希望儿女呀，得到快乐。那么这个愿望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强大的力量。那么，如果对那些你觉得跟你没有相关的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份慈悲心啊，我们是很难对这些跟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众生真正的升起，就是慈悲心，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种种快乐，不仅仅是希望，并且我们愿意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修行的一切功德都回向给他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功德能够让他们得到种种人生的好处。不仅如此，我们并且还愿意去做种种努力，帮助他们活的这些，这个人生的圆满，那么这个确实就是需要有一份非常真切的慈悲之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27颂，愿脱无暇那即性慈爱慧。实用惜父老，时时忆宿命。就是我们就是真切的希望这个世间上的人，他们能够这个脱离这种无暇的人生，成就有暇的人生。无暇就是八无暇，什么盲聋喑哑啊，活前活后啊，包括生在三恶道，那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种无暇人生的这个痛苦，有暇人生的价值，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有暇的人生。同时呢，即性慈爱慧，那这就是精神财富了，这就是非常好的品德，精神财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具备良好的品德和精神财富。首先，记住性，具备有健康的信仰，对真理能够具备有信心，就有信仰。慈就是慈悲，慈爱
就是慈悲，慧就是智慧，每个人都能够具备信心、慈悲、智慧，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慈悲、慈爱和智慧这样的一种这个品质、精神财富，对每一个生命的重大的意义，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些品质和精神财富对每一个人生命的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呢，就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希望每一个众生啊都能够具备这样的财富，同时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具备这样的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呢，是属于精神财富，精神财富，实用惜富劳。这个实用惜富劳就是物质财富，衣食无忧，每个人都能够衣食无忧，这个就是物质财富能够非常的丰富，时时忆宿命，同时也能够忆念宿命，知道这个忆念宿命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啊的因果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知道自己曾经因为不善的行为导致了什么痛苦的结果，又因为这种善的行为导致这种良好的结果。这个宿命呢，能够让我们对这个因果啊深信不疑，能够对人生的因果能够看得很清楚。当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人生的因果之后啊，我们就能够非常明确的来选择我们自己未来的命运。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才能 为我们的生命啊带来这个长期究竟的利益和安乐。那么这些呢，这些条件啊都是我作为我们的一个圆满人生啊应该具备的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真心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能够具备，他们的人生中都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并且我们愿意去努力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受用惜无尽，犹如虚空藏，无增亦无害，自在享天年。少用惜无尽，犹如虚空藏，这个讲的还是物质条件，就是愿一切众生啊他们在这个物质条件上啊这个无穷无尽的源源不断的，就像虚空藏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众生都有无限的这个财富，可以这个就是可以这个享受啊，这个享受可以使用，永远都不会有困难的。那么下面两句话，无增亦无害，自在享天年。这个是希望这个众生啊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都能够有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人与人的关系，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人的这种冲突啊、对立啊、摩擦啊、纠纷啊、斗争啊，甚至战争啊，就是因为这种贪嗔痴啊会不断的制造各种斗争，
和伤害，给人类的这个生活啊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患了之后啊，我们就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众生永远都不要有这种斗争和相互残杀，不要有斗争和残杀。我们愿意把我们修行的一切功德回向给这个世界，愿这个世界啊，这个永远都不再有这种斗争和伤害。同时我们也愿意为这个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和平，以及人与人间的这种和谐相处，我们去做一些努力，帮助这个社会来改善这样的一种环境。所以说无争亦无害，自在享天年啊，每个人都可以自在的享受他的天年，安享天年。那么下面二十九颂，任逼寒威势，龙光悉放法，苦行憔悴者，见朗行庄严。那么我们也愿意呢，也这个希望啊，那些就是地位低下的这个就是身份卑微的，生活困难的，或者内心里面充满着自卑，有的这个卑其实有外卑有内卑，有的只是身份卑下。但身份卑下呢，如果你有平常心其实也没有什么，但很多人他还会自卑，因为自卑嘛，所以呢他就会显得这个他就会活得很不自信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些这个我们体会到这些逼寒威势这样的一些人家的痛苦，所以我们愿意以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也就是改变这种从身份上 改变这种卑微的身份，从内心里边改变这种自卑的心理，要有自信，有自信。同时呢，他们能够一个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啊。那还有那些苦行憔悴者，见朗行庄严。那些苦行，印度有很多这些苦行僧，一个个不断被苦行折磨了之后啊，形容啊，他的身体啊憔悴枯槁。那么我们也这种憔悴和枯槁，也会给他们的这个身心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们要需要去对这种状态，我们也要升起同情心，希望把我们的功德能够回向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心，能够过得开心。厌世娇弱女，西城男子汉，寒门尽显贵，慢者转谦信。就是同时呢，就是我们也祝愿那些就是娇弱女，这个娇弱女就是娇弱的女子，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叫做时代不同的，男女都一样，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但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社会啊，这个女人的地位啊相对来说它会低下。那如果在印度的社会呢，这个男尊女卑的观念会更强，男尊女卑的观念会更强的。
所以很多女人呢，因为这种这个，他们因为这种身份上的，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受到这种轻视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他们很痛苦。这个痛苦呢，有的甚至啊，这个被女孩子出嫁要有很多钱，她才能嫁得出去，要陪嫁，要很多钱。然后甚至动不动呢，可能就要被烧死，在印度的社会里边啊，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啊，要心生同情。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改变，升起慈悲心，那就是需要把功德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呢这些娇弱女都能够成为男子汉。当然我们从现世的现在的情况下来说，比如说这个男子汉那就是要代表着一种独立强大，你这个女性呢，她可能比男的来说，她的依赖性会更强。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男子汉呢，其实也有的时候也未必要指的就是男子，男子未必都是独立强悍，既备有独立和强大的内心，那就是如果女子啊，既备有这样的一种独立强悍的内心，她也是男子汉。那我们希望这些女的也都能够具备有这样的一种内在，那么他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减少这个对男性的这种依赖，那么也就可以减少他们的人生的痛苦，因为这种依赖就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寒门尽显贵，那些寒门就是贫寒的人士，这个像过去很多这些读书人啊，他就是想通过要读书啊，最后呢能够当官啊，能够获得社会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显贵的地位身份。那么我们也要这个祝愿他们能够这个心想事成，也愿意用这个把功德回向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改变这种贫寒的这个生活状态。慢者转谦逊，那些充满着傲慢的人能够变得谦卑。傲慢的人其实也很痛苦的。那么这些处境和状态我们都需要去理解，需要去同情，需要去理解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身份存在的痛苦，那么我们才能升起慈悲心，然后愿意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帮助他们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环境，获得一种良好的身份和品行，获得良好的身份和品行。愿诸有情众因无诸福德悉断一切恶，常乐福善行，常乐福善行。那么我看这个偈颂啊，大体上总的来说是对于这个离苦得乐的一个它的一个总的回向，一个总的回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希望这个有情能够离苦得乐啊，这个乃至究竟的离苦得乐。那么这个它不只是通过外在的力量，通过我们的力量，通过我们的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他，包括我们祈求这个
三宝，佛菩萨的加持，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外在的力量，外在的力量。真正的这个究竟的离苦得乐啊，真正的改变啊，还要靠每个人他自己，要靠每个人他自己。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愿诸有情众应无诸福德，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有情所有的一切众生啊，所有的一切众生，因为我的福德，因为我的修行福德，我的这个修行苦德，这个我希望对他们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呢？愿断一切恶，常乐不善行，就是止恶行善，他们能够从自己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才是离苦得乐的一个最究竟的一个方式。所以悉断一切恶，能够断除一切恶，如果能够断除一切恶，就不会产生种种痛苦的。我们讲这个三恶道的痛苦的产生，三恶道的痛苦，第一恶鬼畜生，还有呢就是人道人天道所产生的痛苦，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这个人天道的痛苦，包括盲者啊、聋者啊、聋者啊、贫困者啊、身心有疾病者啊，种种现象，事实上都是跟我们的不善的行为是有关系的，都是跟我们的不善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止恶，究竟的止恶，断除一切恶，才能断除一切痛苦的根源，断除一切痛苦，断除一切恶，才能断除一切痛苦，才能断除一切痛苦。同时呢，常乐福善行，每个人都乐意去修善，我们通过修善才能得到各种这个福报以及良好的品行，良好的这个福报事实上是要透过修善。所以止恶，就是止恶就能够远离痛苦，那么修善呢，就能够成就种种良好的品行和福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止恶和行善啊，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重大的意义，每个人在这个轮回中你需要过得好，在这个轮回中你需要过得好，那就是一定就是要止恶和行善，因为一切痛苦都是恶带来的，一切福报都是善带来的，从因果上你把这个东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真切的希望一切众生啊，也都能够止恶行善，并且我们愿意为人类的这个止恶和行善去努力，去做种种事情，帮助更多的人都能够止息恶行，修习善行。就是前面这个讲到了，一个是离苦，一个是这个得到圆满人生，把功德回向给众生，愿他们得到圆满的人生，愿他们能够止息人生的一切不幸，能够这个结束人生的一切不幸，同时呢能够得到圆满的人生，就是包括从身心健康，这个财富上的富有。接下来呢，就是第三，就是愿入正道，愿入正道。
愿入正道，也就是愿他们能够走上觉醒之道，就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啊，都能够走上生命的觉醒之道。因为只有走上生命的觉醒之道啊，才能够成就这个究竟的利益，才能成就究竟的利益，究竟的安乐。所以说，愿不舍觉心，委身菩萨菩提行，诸佛恒提携，断尽诸魔业。愿不舍觉心，就是我们能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不舍弃觉心，就是菩提心。同时呢，能够委身菩提行，能够全身心的逃入到菩萨道的修行里。那么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菩提心啊，它是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心，它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最大的价值所在，它是代表着我们生命最大的价值所在。它能够帮助我们究竟的解除一切痛苦，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成就，就是能够成就究竟的安乐。不仅仅可以自己成就安乐，也能够给无穷无尽的众生啊带来利益和安乐。那么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这个价值，菩萨道的修行的价值之后啊，如果我们真心的关爱众生，我们对众生升起既有这个真正的慈悲心，那么你对众生要希望你对众生有真正的慈悲心，那你应该是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希望他们具备这种最好，能够拥有这种最好的东西。哎，那毫无疑问，我们不仅仅希望众生能够摆脱轮回的痛苦，能够得到轮回的快乐，眼前的快乐，我们还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种究竟的快乐。那就是我们希望愿意把我们的功德，修行的一些功德都回向给他们，希望他们呢能够走上菩提道。当然我们不仅仅是回向功德，同时我们也愿意为这个去做一些努力，通过弘扬佛法去引导更多的人走上这个生命的觉醒之道。所以愿不舍觉心，委身菩提行，诸佛恒提携，断尽诸魔障。那么同时呢，也要祈求十方诸佛佛菩萨加持，能够时时的护念这些走上菩提道的众生，这些菩萨，这些初发心菩萨们，让他们呢能够顺利的走在这个菩提道上，同时呢断尽诸魔障，同时也能够断尽各种魔障，从内在的魔到外在的魔。因为只有解除种种魔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全的走在这个菩提道上，走在这个菩提道上顺利的圆满这个菩萨的修行。就是这个希望众生能够得到究竟的利益和安乐，究竟的利益和安乐。那么下面呢，第四就是愿成净土，愿他们能够成就净土的快乐，天堂的快乐，净土的快乐，就是愿这个世界的众生，愿诸有情众万寿永无疆，安乐度十日，
不闻是莫名，就是这个讲的是一个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就是每一个众生啊，其实都希望健康和长寿，每一个众生啊也都恐惧这个疾病和死亡，疾病和死亡。那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真心的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都能够健康长寿，我们愿意把我们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真心的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并且我们愿意为他们的健康长寿去做种种努力。所以愿诸有情众万寿永无疆，每个人都能够这个长命百岁，然后呢身体健康，安乐度时日，能够安乐，每天都能够这个平安快乐的度过一天又一天，度过一年又一年，这个能够正常的，就是能够终享天年，能够终享天年，不会被这个死神啊，这个不会受到这个，不会这个受到这个恐死神的这个恐惧。下面，愿以诸方所遍长如意树，究竟佛充满佛佛子所宣妙法音。那么这个是希望我们希望这个众生啊，他能够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一个是充满着一个佛法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愿以诸方所，诸方所，这个方所也就是这个包括四方上下，比如东西南北四为上下，就是那么这个我们要祝愿的不是一个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我们愿意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在这个世界里边呢都能够遍长着如意林，这个如意林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生态的，非常有价值的，环境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林园，到处都是这样的一种非常生态的，这个美好的林园，然后所长的这些这个树林里边，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就是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啊，这个大自然长的东西就足够你吃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去劳动，大自然它所长的各种树啊、果啊、这个菜啊，它自然长的东西，生活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就是说能够在这个物质上啊，它是无忧无虑。就是充满诸佛子佛子所宣妙法音，同时呢在这个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还有良好的一个文化环境，这个两点啊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呢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的是什么呢？物质财富，那我们追求这个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是以破坏这个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个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呢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没有营养，空气水这个严重污染，就是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财富的拥有啊，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得不偿失的。所以作为人类的生存来说，除了就是这种物质的财富以外，这个生存的所需之外，生态环境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这个寺庙有这么好的园林，还有这么好的这个寺庙的一个休息和弘法的这个环境，既有良好的一个生态环境，也有良好的这个教育环境，那么这两个东西其实非常重要。生态环有了生态环境，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活着；有了文化环境，人们就会有信仰，有精神追求，有精神生活。那么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啊，才能够身心健康，才能身心健康。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生态环境的重要，以及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化教育，这个文化教育呢，尤其是这种觉醒的文化的教育，所以要充满着佛子所宣妙法音，也就是在这个文化，在这个世界，到处每一个世界里边都能够充满着一个有很多的这些佛菩萨圣贤，然后他们在传播这样的一种觉醒的文化，觉醒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啊，它能够引领着人们走向生命的觉醒，实现生命的最大的价值，实现生命的最大的价值。所以如果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世界啊，如果有这个具备这种良好的生态和具备这种觉醒的文化的教育，那么我们想象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啊，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世界。因为人们都会有一个健康的身心，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蓝图，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真心的希望每一个世界都能变成这样的一个世界，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有良好的文化环境，然后呢有充足的，前面讲的什么，就是这个有充足的这个就是这个生活，衣食无忧，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健康长寿。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确实非常理想，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世界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环境。那么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回向给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愿意为创造这样的一个社会而努力。普愿十方地无力无荆棘，平坦如舒展，柔软似琉璃。同时呢，希望这个山河大地，每一个国家，它的这个自然环境，这其实还是讲到生态环境、自然环境，那么都能够无力无荆棘，没有很多这些什么碎石啊，什么这些荆棘啊，大地上长的都是，比如像什么草坪啊，还有那些什么，这个就是大地很平坦。大地很平坦，同时呢非常的柔软，你走在大地上，这个大地非常柔软舒坦，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水源。愿诸菩萨众安住文法众，各以妙功德庄严佛道场。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每一个世界里边，都有这个菩萨，
一个有很多很多的菩萨众，哎，有很多菩萨众。除了菩萨众以外呢，这个还有就是很多听闻佛法的这些声闻众，除了菩萨众，还有很多听闻佛法的声闻众，包括在家众啊、出家众。那么他们呢，都能够以他们自己的这种，这个各以妙功德庄严佛道场，他们都能够以他们自己的能力，啊，以他们的功德来庄严这个世界。每一个菩萨，每一个声闻，啊，声闻众，他们都能够以他们的功德来庄严这个世界，啊，使这个世界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这个一个文化氛围，一个觉醒的文化的氛围，一个到处都充满着一个正法，传播正法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沐浴在这个法语中。沐浴在这个华语中，每个人都能够走在这个觉醒的大道上，就是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个觉醒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正法传播的。都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着正法传播的世界里，下边，愿诸有情众相续恒听闻，了宿虚空明所处妙法云。同时呢，我们也愿。一切有情众，就是一切众生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十方世界生存的一切众生啊，他们能够不断的能够听到，相续恒听闻，不断的能够听到了宿虚空明，所出妙法音，他能够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小鸟啊、树林啊，这个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能散发出这种觉醒之音，都能够散发出觉醒之音，佛法之音。愿彼常执佛以及诸佛子，即以无边云现供众生吃。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祝愿，就是在这个，就是一切众生啊，都能够时常的能够遇到佛菩萨，能够常常的遇到佛菩萨，遇到，然后以及佛子，就是都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有很多的这些佛菩萨出世，有很多的佛子。那么这些众生们呢，对佛菩萨、对三宝都能够具足信心，并且呢能够做种种供养，所以并以无边云现供众生时，能够以这个无边的云现供众生时。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寄送啊，大概大体上来说，基本上就是描述了一个理想世界的状态，一个净土的状态，这个净土的状态。这个净土呢，其实像这个十方净土啊，大体上也都是佛菩萨的愿力所成，也都是佛菩萨的愿力所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菩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菩萨，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样的发心，就像这个阿弥陀佛，就像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
包括观音菩萨啊，包括普贤菩萨啊，就是每一个菩萨，这些大菩萨，包括这些诸佛，他们在因地上也都在曾经做过类似的一些化愿，比如阿弥陀佛的48愿。我们再看这个东方琉璃净土药师如来的12大愿，那么他们呢发这个愿力啊，事实上呢就是希望能够创立一个净土，希望能够创立一个净土，然后通过创立这样的一个净土啊，能够让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都能够这个升到这个净土，能够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生存的环境，良好的一个修行的环境，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和修行的环境，生活的环境。那么我们学佛呢，我们当然也是要向佛菩萨学习，要向佛菩萨学习，要以佛菩萨为榜样，以佛菩萨为榜样。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不断的我们要希望我们这个希望用能够创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要有理想，这个理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理想，我们要有愿力，要有理想，理想像刚才这里所说的这些都可以是作为我们的理想，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这个世界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教育环境，就是每个人呢他的身心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先可以建立这样的一种理想，建立这样的一种愿望，然后确立这样的一种愿望，有了这个理想，有了这个愿望之后啊，然后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功德，把我们所有的修行的功德，这个希望这个都能够回向，这个回向呢就是希望为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世，转化成创造这个世界的力量，同时呢我们也要发愿，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愿望，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做努力，我们把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愿望作为我们近未来去努力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要以改善这个人类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生存环境，为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离苦得乐啊，作为我们近未来际的目标，作为我们近未来际的这个努力的目标，我们需要不仅仅我们需要这个把我们的功德，修行的功德，回向到这件事情上，同时我们也需要去不断的去做努力，做各种努力，最终为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时也帮助更多的人走上生命的觉醒之道，来做各种努力。那么下面，愿天降时雨，五谷悉焚烧，人亡如法行，世事皆兴隆。那么这个还是属于一个理想社会建设的一个思考和愿望。我们愿这个天能够这个时时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是不要这个下雨啊、刮风啊，这个就是不正常，避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能够正常的刮风下雨。那么这样呢能够五谷悉丰收，五谷丰收，
这个是一个生态环境，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那么这样才能保证这种风调雨顺、五谷丰收。那么同时呢，人亡如法行，世事皆兴隆。我们同时也希望有一个非常开明的政治，就是一个充满着一个这个，就是开明的政治。有在过去的社会啊，在过去的社会讲的就是一个要有人王出世，有贤明的君主出现。在这个庄子君主制的社会，那就是我们希望要有这个，我们要指望有贤明的君主出世。那有了贤明君主出世啊，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国家治理得好，那么老百姓啊才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讲究的就是要有民主和自由，充满着民主和自由的法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它才能够保证这个国家社会的一个安定和这个公平合理。那么我们了解到这种生态环境和这个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类的这种幸福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功德都回向给这个社会，希望能够我们能够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政治制度。我们再看第40个颂：宴要祭树孝，照以贤灵验，空行罗刹刹等，希冀慈悲心。宴要祭树孝，我们希望这个就是希望这个所有的药物都能够有效的去治疗各种疾病，这个还有呢，造以息灵验，所有的造以，比如要这个消灾呀、祈福啊，就是消业障啊，各种咒语啊，念的都能够很灵。空行罗刹等，空行罗刹，包括这些什么猛兽等啊，这些这个各种神啊、恶鬼啊，就是这种恶的神、善的神，还有恶的神，还有各种猛兽。希冀慈悲心，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啊，能够这个它是一个充满，变成是一个充满着一个富有爱心、充满着慈悲大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的一种愿望。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为这样的一种愿望，为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建设，我们来做出我们的种种努力。愿众无疾苦、无苦痛、无病未造罪、无疾不招亲、毕竟无不乐。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没有丝毫的痛苦，每个人都不会有痛苦，没有痛苦，无病未造罪，无病就是每个人都不会有疾病，身心健康，身体不仅是身体健康，这个心灵也健康，未造罪就是不会犯罪。每个人都不会犯罪，都有良好的道德教化，具备有良好的素质，不会犯罪。
无忌不招亲，无忌就是能够每个人都能够远离恐惧，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啊，他有恐惧，有没有安全感，那我们希望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很有安全感，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忧恐惧。同时呢，不招亲，不会遭到别人轻视，每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里，大家都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毕竟无不乐，就是内心没有丝毫的不快乐，也就是彻底的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那么这些呢，都是希望我们这个对这个世界啊的这个良好的这个愿望，就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真切的关爱，真切的关爱。那么这种关爱呢，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众生，对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众生啊，我们要有真正的慈悲心，我们要真正的发起菩提心，我们要对每一个众生都能深切的争取慈悲心。那么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我们才会真切的帮助这个众生摆脱痛苦，然后这个具备种种快乐啊。同时我们也愿望，我们真心的会去关心这个社会啊，我们才会真心的去关心这个世界啊。我们同时也愿真心的愿意为这个世界的改变做种种努力啊，把世界的这个，把这个世界的改善，把这个世界众生的利益看作是我们最高的利益。那么我们只有对这个世界具备真正的慈悲心啊，我们才会具备这样的这个，具备这样的愿望。所以这个回向里边呢，确实就是隐含着我们的慈悲心的修行，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到底有没有升起，有没有升起。所以我们这些回向的文字啊，我们不要轻飘飘的把它念过去，不要把它轻飘飘的念过去。当我们在念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每念一个偈颂，我们都需要把它变成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我们都要把它变成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愿望。当我们只有把它变成发自我们内心的愿望的时候，这个回向才是有效的回向，同时呢，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一个最好的修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